蘸点辣根儿。这个是养殖的河豚鱼，之前2019年的时候吃过几次，去年就没咋吃。这是河豚鱼干，刺身特别好。入口即化，比那什么金枪鱼入口化的还要快。这是肉，切的特别薄，前面这是鱼籽。我特别愿意吃这个，超级香。看着挺恐怖的，其实它特别可爱。胆固醇高的不建议吃这个鱼干。这只小鱼今天杀了一上午，整一个这个叶，蘸点辣根儿。妈，老香了，一点也不腥，但是野生的不建议你们吃啊，养殖的有专业人士处理的比较干净啊。吃多了也是超级腻。我现在用一边脸嚼东西有点大小脸。